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！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央教会，发现呢，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，而且呢，我们感受到原住民呢，他们的非常热情啊。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马总统呢，他有对原住民有很多的一些的承诺，哎，相信呢，我们知道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呢，我们马总统呢，一定呢会成一个很优秀的，而且呢会带领我们台湾走向未来国际化的一个前途的，对，所以呢，是的，他现在又是原住民的总头目呢，当然呢，上帝会给他很多的智慧，是的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，现在呢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还要赶场，那因为他们有一些节目，可是因为我们还赶场，所以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哈。那我相信呢，这个都在电视上啦，都会播出来哈。那 OK， 今天是重点是马总统呢，他真的是不要那么辛苦，自己来扛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请我们的亲爱的主，我们的上帝来帮他来负灾扛。对，给他智慧，就是赐给他合适的，赐给他对的人做对的事，赐给他对的人做对的事，对的团队。是的，这个读经祷告呢，那是一定不能忘记的。慢慢的，他就知道了哦，原来呢有一个上帝呢，他这才是掌管的一切，所以呢，他不用去伤脑筋。一些的危机呢，就一定会变为一个转机，因为他只要把一切交托给我们的亲爱的阿爸父，感谢主，阿们。